之前还跟真的一样来找我，说要跟你姐姐交往，现在居然弄成这个样子。别跟我装，滚起来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浩哥？我真的很抱歉。我不想听你说抱歉。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很多，但这些恩情可能只有等到下辈子才能还。好一点，我想我也得到我想知道的答案了，祝福你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白花游苏醒凝露，让爱飞扬。